跑！你去！我跑！好！滚去！谁让你跑这儿来的？你们学校出杀人犯了？阮海洋，你王八蛋！都是骗子！就为了他上网打游戏那个破事儿，快把咱俩折腾疯了！开什么玩笑？你还真上瘾了？怎么样？ 才能不玩这个游戏？还有点人权吗？还拿我当人吗？你住嘴！你再对儿子动手动脚的，我真跟你急！你说，你对我妹妹做什么了？为了咱孩子，咱再哭也得在这儿看看。没想到我整整的活了40年，让网络游戏给逼成这样。 老袁，你这千万不能在家里看，老袁。奶奶，奶奶，哎，您坐这儿。这是小哥之一本。奶奶，我对不起您，我以前。 我没给您，是因为我怕您伤心。奶奶想听听，小五都写些什么。老袁，你千万不能给蒋奶奶看。你怕什么？你干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干。那你怕什么呀？ 一篇一篇念给您听。今天周末，老袁带我去网吧玩，他第一次教我玩太子传说，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可是，老袁喜欢玩，他说，游戏就是战场，要把游戏当仗来打。我要不好好玩，就会死掉。 老袁一向是我的精神领袖，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这一次我也相信他。我按照他的指点开始玩，果然越玩越觉得有意思。不过我不如他，他一从游戏里出来就没事了，可我出来了不行，还觉得自己在游戏里面。我想了这是什么原因，后来我明白了。 老袁什么都比我强，玩游戏的时候，他很投入。可是出了游戏之后，他还是很多比我强的事情要去做，他就忘了游戏的事儿。我呢，玩游戏的时候很投入，从游戏里出来之后，就觉得什么事儿都没意思了，因为我什么都不好，身体不好，家庭条件不好，成绩不好。 长相也不好，只有在游戏里面，我才能忘掉这些。老袁，虽然我知道自己不可救药的上瘾，但我还是要感激你，你给了我一个新天地。老袁，我求你了，行吗？咱念一段行了，咱走吧。走，上哪儿去啊？ 我把这都念完，今天是我最难忘的一天。我和罗琦一起组队打了个大胜仗，老袁还不知道，他不知道我和罗琦成朋友了。老袁不知道，我也比他厉害了很多，他还以为我打不过他，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。 因为我没告诉他这件事，我可不想超过他。奶奶，我亲爱的奶奶，我真后悔没有好好听您的话，没有好好照顾您。
现在，我因为游戏耽误了学业，一事无成，前途渺茫。我太对不起您了。您是世界上最好的奶奶，我今生不能报答您，来世也一定报答您。我走了，奶奶，我最爱的奶奶。没关系，也别管，走。哎，哥哥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只问你一件事，公司的保险你办好了吗？没有。你们在一起聚会，就说的这事儿是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当然知道了。好，我知道你有内线，我劝你还是好好的考虑考虑这个问题。我们可以不上报检举，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条件，我们大家谈好了。你要按照程序把公司的保险办好，其次要重新考虑公司的福利问题啊，份子钱的问题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怎么着？那我刚才说的你听见了吗？你说的很好啊，但是你忘了一件事儿，汽配厂被收购以后变成了一个股份公司，股份公司嘛，怎么能给出这么高的福利待遇呢？事在人为吗？这点你清楚。我是清楚，可是这是公司，不可能给出像你提出那样的条件。你如果用这保险的事儿来要挟我，对不起，我也用这事儿来要挟你。什么事儿？不把外边那些司机搞定，我就把这公开。哎，公司的账面上我是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有问题的只是这15万，你看着办。这是真的。大伟，我觉得我对你不错，这次是你先出来整我，那没办法，只好撕破面皮呗。大伟，你太妥了吧？梁坤什么态度？跟咱们想的有段距离。咱们保费的事儿，我和梁坤谈过了。他说总公司早就准备给咱们上保险了，
由于财务上的原因，手续还没办好。具体情况，总公司会给大家一个解释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什么财务上的关系？袁坤蒙人吧，咱们应该到总公司查账去。对，查账去。对，查账。对对对，咱们应该立即行动起来，不能等。好，好，对。我对不住大家，我儿子出了点事儿，暂时不能替大家办这个事儿了，请大家等两天，好吧？别走了，别走了。大伟，我不是问你怎么样了？啊，这不是让你全靠你了？全靠你了。怎么样？大伟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说话呀，说话呀，说话。这不是让你全靠你了？全靠你了。说话呀。我们的分怎么样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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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贼差劲。苏俊华。你说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心里清楚。好好，坐下，慢慢说。我不坐，身上背着15万的账，我坐不下。袁坤找你了。这袁坤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你告诉我这事儿是不是真的？拿了15万干什么去了？大伟，你怎么不动动脑子？我动脑子？我为什么动脑子？你背着我干的事儿，我凭什么动脑子？董大伟，你应该学着长大了，啊？我是谁呀？我是你老婆，我跟你生活10几年了，这么大的事儿啊，你为什么自己不想想啊？啊，你为什么就不自己问问为什么呢？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这个臭脾气，啊，丢了厂长的位置，丢了副总经理的位置，丢了销售经理的位置，最后只能开车了。哎，你开车呢还要买断，你买断上哪弄钱去啊？是我厚着脸皮去找人袁坤借的钱啊，为的是什么呀？为的不就是让你实现你自己的心愿吗？啊，有一辆自己的车，去挣钱吗？那买断的钱不是卖了股票了吗？股票是什么呀？你那股票是彩票呢？哎，就，那你跟袁坤到底怎么说的？是你不相信我的，昨天晚上你们就知道保险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说好的谁也不告诉谁。怕泄密，是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去找袁坤告密去了。我让他早点做准备，防着你们。哎，怎么的呀？我就告了，我就告密了，我告了，我告了，我告了，我气死你！行，你行，怎么的？能把我怎么的？把我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怎么的？行。董大为，是你先不信任我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如果你们把袁坤弄下台了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？啊，袁坤那么精明的人，他会把钱都推到你的头上。你老婆我在他那有15万呢，15万要是真出了事儿，我们谁都得完蛋。哎，现在孩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啊，你就有闲心去搞阶级斗争？你真行，我服你了。你到底想干嘛？若曦，你说，蒋小武死之前你们都干什么了？
知道，蒋小五的死一定和你有关系。今天你给我说清楚，你要不说清楚，我一刀捅了你。说。规则很简单，三局两胜，说好了，谁输了就永远在这游戏当中消失。那当初我去蓝光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？你当然看不到我了，我当时坐在一个角落里。哎，五指狼烟，那天晚上我和蒋小五约好了 PK， 第一轮之后，我输给了他。然后呢？就在第二轮还没开始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叫五腿先生的人。他非得要和蒋小五 PK， 但是他根本就不是蒋小五的对手。我告诉你，小子别太过分啊！在网上杀人有个屁意思呀！有本事咱把电脑关了，出去玩真人 PK 啊！他和蒋小五打了起来，这我才知道，原来我。五腿先生，就是 cosine。那为什么我去的时候蒋小五在门外？这事儿我知道，当时 cosine 和蒋小五打起来了。放手！哎呀！那 cosine 没占什么便宜，我就拉着蒋小五出去躲起来了。再后来，蒋小五非说要回来接着玩。哦，谢谢。哎。干嘛去？接着玩，我组队带你练级。你还敢玩？我怕他出事，没让他回来。他不听，我们俩要挣了起来。少废话。然后我就把他钢筋给抢了。罗西，你接着说。打架之后，蒋小五回来了，我和他进行了。第二轮 PK， 第二轮他输了。后来考三又从医院回来了，蒋小五躲了起来。我坐在蒋小五的位置上玩游戏，你看见了是吧？是，我看见了。你走了以后，蒋小五他又回来了，他和我进行了第三轮 PK。第三轮，他也输了。之后，我趁他去洗手间的时候，我偷偷的拿走了他的日记本。我说你小子打就打吧，偷人东西干嘛？这是我第一次赢他。我不想输给他，所以我想得到他的攻略，这样我才能打得出来更多的好装备。但我没想到是他有两本一模一样的本，我答错了。再然后呢？再然后是，就都在日记本里。
这是我人生中最惨的一天，我完全绝望了。我是谁呀？我是蒋小武吗？在这个乌烟瘴气的网吧里，我还剩下什么呢？什么也没有。我16岁的生命有什么意义？在现实中，我身体不好，成绩不好，家庭条件不好，自卑胆小，什么都不好。可是在游戏里，我是惊天动地的大英雄，我不能活在现实中，我要回到我的游戏中去，回到我战斗过的正义谷去。只有在那里，我才能有价值。战友们，我来了。老七，你毁了蒋小五，你也毁了我，你毁了一切。老七，我告诉你，游戏可以是天使，也可以是魔鬼。你就是魔鬼，害了蒋小五，你也害了我。我没有。袁海洋，你疯了，你走开，跟你没关系。老七，站住。你在网上跟蒋小五 PK 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那些账号和装备，还有那些可怜的钱吗？你可以看着一个人去死吗？啊！我没有想到蒋小五会因为游戏而那么做。你，于海洋，你有没有玩啊？没有玩。行了。董南，干嘛？我就是想吓唬吓唬罗西，你别抢啊！你别开！袁海洋，我腿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不让我打个电话，你太自私了。你不是说小七都死了吗？怎么又活了？考三应该没说。你不是挺聪明的吗？你怎么连考三的话你也会信啊？冤啊！你不一直要和我 PK 吗？行啊，你以这种方式取得了胜利，袁大班长，我衷心祝贺。
这是我所有账号，里面有各种各样装备。你帮我把它卖了，把钱给蒋奶。干嘛让我卖啊？我想走。哪儿去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走什么呀？我不想再玩游戏了，更不想学习。我可能去南方去打工，挣点钱。你这样走？反正我是什么也没有了。我也不怕失去什么。我觉得我对不起所有人。我根本就没有脸再在这待下去了。给，这是我的手机，帮我把它给我爸，他们用得着。哎。哥们就这么点钱，先拿着。拿着。走吧。哎，罗琴。罗琴。你小心点儿。罗琴。血呢？小七那边没事了，走吧，咱回家吧。你这孩子怎么搞的呀？你呀、啊，你怎么弄的？你这腿呀、啊，没事儿。就是磕石头上磕的。石头上磕，磕这么厉害呀、啊？啊，你是不是和谁打架了？啊，孩子，你看磕着人。别说那么多了，先去送医院吧，大伟。啊，快！这孩子，你这孩子。
多大点事儿啊？你这真是磕的呀？啊？啊？你说你怎么磕的呀？那大海怎么没磕着呢？怎么不注意呢你啊？别提他们爷俩了，倒霉的都是别人，就没他们吃亏的时候。蕾蕾，你以后别再闹了啊！你爸爸妈妈都快急死了。你回家以后，你爱怎么上网怎么上网，我不管你了。你想干什么都行，你只要让爸爸妈妈每天看见你。妈，别说了，我都懂了。妈，别哭，别哭小琪呢？我不知道。啥？你不知道？那你不知道谁知道啊？就是啊，你们不是在一块儿的吗？哟，董大哥呀！你快！董大哥，咱家洛奇咋没回来啊？董大哥，那洛奇不是一直跟董磊在一块儿吗？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，董磊得处理以后再说吧。别都站着呀，跟遗体告别似的。董磊，感觉怎么样？还疼不疼啊？
这几天呀、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。都在呢。罗师傅。哎，哪儿呀？我们家小琪呢？叔叔，这是罗琪手机，他让我给您。他人呢？他干啥去了？他去南方打工了。打工？他打啥工啊？罗师傅，您先别着急，咱们再慢慢想想办法。不不，我不要他打工，我能养活他。你叫他回来。董雷啊，我能养活得起他，你让他回来好不好？从片子上看，没有伤到骨头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只是膝关节上的半月板周围的肌肉和韧带受到了严重的损伤。孩子不能运动了？那也不至于，经过认真的康复治疗以后，孩子的膝关节是会恢复功能的，但是恢复以后的功能不如以前，但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。那还能当运动员吗？那要看是什么运动了。跑百米。跑百米那肯定不行，病人两年之内不能做剧烈的活动。当然如果特殊情况下病人恢复得好，这种可能性也会有的。另外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两位家长。什么呀？你们回去问一下你们的孩子，他在向你们撒谎。撒谎？是，撒谎。我看过他的伤口，不是石头蹭伤的，是刀伤，是用刀刺伤的。你是说他的腿是用刀刺的？对。你们回去问一下你们的孩子就知道了。先找个大夫，快！那边呢？蕾蕾，他们都走了。蕾蕾，那怎么回事啊？刚才罗西他妈晕着了，罗西跑了，去南方打工了。我还得问你点事儿。你要问什么？问我的事儿，我腿已经这样。你要问袁海洋的事儿，是他自己玩游戏玩疯了，和我没关系。我不想在这待了，我想回家，现在就回家。啊，蕾蕾，我和你爸没别的意思，我们就想知道你这个腿到底究竟是怎么弄伤的。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？不相信？我相信啊，可是人家医生不相信呢。人家说你这个腿根本就不是石头磕的，是人家用刀给你捅的。那有什么呀？反正都是我自己弄的，这有什么可追究的？你怎么就不能说个实话？你告诉我是谁，我好找到评评理去。大伟，你别着急啊，有事回家再说。我先去办出院手续啊。谁的刀？什么刀？说，你肯定知道是谁伤害了蕾蕾，对不对？说。叔叔，对不起，叔叔有点着急了。没事。你说说，谁的刀？我是瞎猜的。猜测，我想听听你的猜测。啊，就是有一次去蒋奶奶家，说起罗琦有蒋小五的日记，后来罗琦为这事很生气，就拿了把刀来找我。说，你他妈在蒋奶奶给我说什么了？罗琦有刀。
小伙子，哦，是他骗走了你的钱币，你想用它描出来青山和红云，屋顶上的风，你还告诉他要把它画出来，哦，他骄傲地从你梦中离开，这一切都准备好图纸一铺开，铅笔不见了，整天依旧躲在角落哭泣，快跟我去看一场电影，有个脸上刻满字的王四住在深海中，你一定想了解他的心。想抚慰他的心。